哈喽，早上好。今天呢是开工的一天，然后呢，长了个痘。昨天是去玩了，今天是要开工了，开工的日程。饭来了。点的什么？鸡腿啊。一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吃饭。吃肉啊！我要吃好多肉，好多肉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天黑了，收工了。现在已经是七点钟了。这就是我一天工作的生活：拍戏、等待、吃饭、拍戏、收工、吃饭。吃，来吧。到现在10000万粉丝了，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，有的时候脑子记忆会断片，但是很多重要的事情，很多重要的回忆啊，也是历历在目的。每一次演唱会，每一次活动，然后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慢慢的成长，很多事情也经历过之后呢，就会有经验啊，慢慢的越来越好。新的一年2019年，其实对我也挺重要的。这一年因为有新的影视作品要上，所以呢2019年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，不管是演戏也好，唱歌也好，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做到我自己 try my best， 做到我的最好吧。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Every time you call my name will be as if